机右上角关注，每天了解最新 TVB 资讯。本文编辑剧透社。 X 早前，艺人周嘉怡有人初步飞往秘鲁亚马逊丛林，体验了一次另类的旅行，说明是另类旅行了，当然不像度假入住高级酒店那么常见了。周嘉怡透露，这趟旅行了，他们一行人是入住在森林中，与大自然贴近。他表示，进入森林住了十多天，期间什么通讯设备都没开，要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人生。搞到我妈妈好担心我的行踪，小编已经能脑补想象这种与世隔绝的画面了。问到如何解决洗澡的问题，周嘉怡笑泪直接在河流洗澡，这种体验令她感到自己与大自然十分亲近。她笑言，女生可以穿泳衣的，我们要用指定的椰子油来冲身，防止污染。男生就比较惨，因为他们赤裸上身，而那些鱼仔竟然最喜欢咬乳头。我只是被咬腰，但已经好痛的。1979年出生的周嘉怡，现年39岁，她入行超过20年，是 TVB 旗下活跃度较高的绿叶女演员。早在1996年，周嘉怡参加无线艺员训练班，加盟在 TVB 旗下，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剧中担任配角类的戏份，直到在 TVB 重头剧《火舞黄沙》中饰演兔唇少女毛巧琴一角后，才逐渐为人所认识。后来在2011年的剧集《花花世界花家姐》中，周嘉怡首次饰演智障人士哈角角一角，演技备受肯定及关注。周嘉怡曾深演过多部 TVB 剧集，不知道哪一部是令你最印象深刻呢？